对，然后还有很多生涯的规划，这些都好歹操心，好歹这两个爸爸至少有赚钱啊，劳碌晚饭。对，像我有时候录影回去，我有时候录影再晚回去，我都要把他的所有功课检查完，要签名要放。那有一次我回到家，我就上厕所，然后我女儿就说：“妈妈，你要签名什么？”我就跟她说：“你可不可以请爸爸？”因为爸爸那时候坐在电视机前面。然后我就听到我女儿拿的那课本过去跟我老公说：“爸爸，你帮我看功课。”然后我就听到我老公回答她说：“你先放在那边。”那时候在忙什么？她在看电视。看电视哦。然后就放到我上完厕所出来，再帮她检查所有的功课。没有讲错吗？我怎么不记得有这一段？没有，我问你一下，我问你一下，你不用讲了啊。韩静现在读几年级？国一啊，国中一年级。哪一班？啊，七班。七班几号？一年七班。哎，你问他干什么？一年七班。一年七班几号？几号？那妈妈也不知道吧？我知道啊。好，好，我知道啊。来，钟平啊，韩静小学是六年几班？六年九班。啊，他的即任老师，现在的即任老师是教什么的？他叫你帮他翻。现在的即任老师啊，他几年级？他一年级啊，一年级几班？一年七班。七班。三十几号？我看一下，31到33号之间。31到33号之间。哦，后来你可以告诉他答案吗？他33号，一年七班，然后哥哥的老师是教数学的。啊，弟弟，你生气怎么做？生气怎么做？你跟叔叔那个生气，快点生气，快！小家伙，快！你们两位可能要自立自强一下，好不好？高姐，是，你知道子琪现在读哪？大 A， 大 A， 对，哦，他们大班叫 A， 大 A。你知道他老师姓什么吗？老师 Selina， 来，是不是？哦，不错哦。其实我刚刚是没有举手啊，因为他的数学，我老婆数学算术非常差。所以他那个珠算复习都是我来哦，真的哦。哎，你老婆英文也非常差，英文也不好，对，英文也是我。那请问一下，他哪一科好？英文是我的好吗？好啊，所以明天哪一科比较好？国文好啊，我明辨是非，然后你会选人，讲道理，对，而且你会度化他，对。好，那如果这样的话，对。哎，平常对，我们家现在言谈之间少掉一个人，少掉一个人，他现在已经是外交了，对，好不好？没有，他刚才你们家旁边也发现一件事，他不懂这位员外为什么在大家聊天的时候一定要这样，对，所以他要来跟他聊聊天，对，好，结果呢，哎，员外终于因为宝妹的刺激，他终于讲出一句话，他说：“你回去。”因为宝妹的刺激啊，宝妹只有3岁，谢谢宝妹，几公斤啊？她现在应该有十。都乖乖，高子琪，十九，十九，比高子琪重，十九，宝妹，对不起，我 uncle， 麦克风，十八吗？十八吗？换这个，他有十八吗？换这个，哪一个重？他也十八，他也十八哦。对哈，不是，要通常要这样，哎，宝妹过来一下，来，过来一下，手抱一下，这 uncle， 因为秤是要这样才称得出来。哦，不错啊，两个抱起来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还真的有点差不多的感觉。我很想有点差不多的感觉，我很想抱抱看18公斤是什么样子。对，还真的有点差不多的感觉，真的有点差不多，要全身都是肉，扎实，好有成就感，真的，哇，真的很扎实哎。哎呀，我也希望我们小孩3岁是这个 OK 了，有可能了。对对对，那以前在家里面的时候啊，像我们刚刚讲说家里面包括家事，那以前马爷在的时候谁做？其实像这种都是比较真的比较劳动力大一点，都是爸爸做。什么事是妈妈做？打蟑螂啊，出众的事情是爸爸做，但是打蟑螂嘛，爸爸怕蟑螂。看一下，爸爸看到蟑螂会怎样？打蟑螂。就是吓到旁，就是吓到躲在一旁啊。来，对着这个来，再做一次，蟑螂，蟑螂，蟑螂来了。好可爱哦！这应该。
该就是完全因为遗传到马爷了吧？对，他太小就怕蟑螂，怕成这样子。就是他也是怕蟑螂啊，他也是看到蟑螂那。然后马爷，不要看他那么一个大个儿哈，对啊，然后很稳重的，很 man 的，你知道吗？那但是呢，如果一旦看到蟑螂，马爷是跳比飞的都快，你知道，直接跃上那个沙发。所以说，就打蟑螂的工作其实是我做。你很难想象马爷看到蟑螂跳上。突然变全世界最灵巧的爸爸，突然间那个大叔就变大婶。那如果要是功课呢，在家里面功课，功课其实我跟他爸爸其实会一人一半，有时候譬如说他爸爸只要没有工作的时候，他一定自己看。哦，真的哦，他亲力亲为，因为他，你知道马爷是一个很疼爱孩子的人，他不想错过孩子的每一个阶段。所以他一向了他，我觉得他是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爸爸。所以可是当他签名的时候啊，就是签那个联络簿上面签名的时候，他第一次签名的时候，老师才知道哈，你爸是马超去，就老师他平常不签，他平常不怎么签，其实都是我在签。OK， 对， okay. 所以老师知道你爸爸是马兆俊，你有什么要求吗？签名照。我们曾经就是有老师，然后跟我的孩子讲说，哎，你跟你爸讲，我好喜欢听他那首歌哦，他可不可以送我什么 CD 什么之类的这样子？那这样的问法基本上没办法回答他，没办法，太多歌了。对，你要告诉我是哪一首歌。马爷太多歌了。哦，那我们刚才讲说，其实你说照顾小孩或什么，如果要是要接送呢？接送的话，其实一开始哦，就是我们开车嘛，因为他们两个离得比较近，他们就上下差一个年级，所以离得比较近。可是你知道，这个每次到了学校，那个放学的时候好恐怖哦，那一群好像麻雀一样从学校里面冲出来那些孩子，然后就人车争道的。然后后来我们就改说，要不然不要开车，我们就骑摩托车。所以后来我们就买了两部摩托车，他一部我一部，一人接一个，一人带一个。那时候因为还没有宝妹，所以我们就一人带一个。然后呢，他们这两家伙也真的是很现实，因为爸爸车子是